有第一部门、第二部门、第三部门的合作，那遇见地球啊，台湾发声，所以我们要特别感谢底下的单位啊，技嘉公司，那当然就是技嘉教育基金会，还有大雅电缆公司、美丽家园基金会有到现场来，益美食品公司，还有台达电公司也到现场，这是我们的第二部门的帮忙。接着我们要谢谢很多人哦啊，绿色俱乐部的林胜哲医师，因为有他，我们才避免变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哦，那这个我觉得很重要。那第二个是赵永清委员，因为他的帮忙，那么找到了赞助的人啊，所以这个很重要。那姚念祖先生啊，人在美国，可是他因为脸书呢，特别来支持赞助。那陈吉燕先生也是一样，谢文凯先生在现场哦，他是听说是农村武装青年的粉丝啊，所以粉丝来支持。那接着是黄光宇先生，他是也是政府团跟民间团一起，那他也赞助哦，所以谢谢他们。那最后当然不要忘记环保署跟外交部的帮忙，所以这个我们要特别感谢他们。那因为我们今天有现场有赞助者在这边，我们希望借着各位的见证，我们是不是送他们我们的团服一件，以表达我们的谢意？哦，是不是用这个方式？简单的大概两分钟，我们就把这个仪式啊处理一下，谢谢。我们先先唱名，我们赵委员就在现场，我们就送给赵委员。好，我们谢谢赵委员，谢谢。然后这个是，如果有机会有请，可以啊，可以啊，好，一定会，是是，谢谢，一定要，好，谢谢，谢谢赵伟，谢谢，谢谢。那这位是那个文凯，谢谢谢谢，好，积极支持农村武装青年，谢谢，好，谢谢，好，谢谢。然后我们在场的有大雅电缆的美丽家园基金会的任凤经理，他特别来前来啊，共襄盛举，所以谢谢，来坐下，好，谢谢。那我们还一位我们有一位代表在这里啊，那我们就送给任凤作为代表。那另外还没有赞助的在现场，如果有的话请发声，或现在要赞助的，好，大概没有，谢谢。好，那我们基本上就有这样的仪式。那接着我们是不是一按照我们的仪式我们的那个行程邀请我们的台大的子伦老师来跟我们分享，请各位来鼓掌。